同社周四旅行队又出发啦！只走你快走啦！你又有想咩唔嚟？阿边个？阿苏？阿苏？我谂拍拖啊呢轮，会唔会啊？咦？又系有九位男女成员去喎、啊、呢一次。阿玉哥唔系去嘅，佢哋送车嘅啫。由大美督出发，呢次呢主要系行横七古道，我哋由大美督新娘潭路呢就入八仙岭自然教育经。自然教育经大部分嘅路段都系属于韦奕迅经第十段嘅。新娘潭路平坦好行，但系呢度啲车咧同埋单车咧都开得好快嘅，我哋都要小心。上山之前，邓领队当然会详细讲一下路线行程。天气干啊，引水道都干埋添。唔使十分钟，轻轻松松就嚟到春风亭啦。春风亭就系喺仙姑峰嘅山脚，佢系纪念1996年2月10日八仙岭大火勇救学生而牺牲咗嘅两位老师周志齐、黄秀薇老师。离开春风亭，继续上路。无尽的斜坡，无尽的石级，对我来讲是一个噩梦，起码是一个挑战。惧怕一生的波折，半道
喂，影張咪，影張咪，阿孫雄基，好似係橙嚟㗎嘛？啊，係啦，橙。我神有出路，凭着爱情怀不老，在这一刻跟你终于。环山脚曾经存在过一个客家姓陈嘅村落，而家当然系破落不堪啦，同埋野草丛生啊。但是那些牆和那些柱、那些磚頭、那些青磚，我估计都非常之堅硬，到現在都是屹立不倒的。自從八仙嶺郊野公園成立之後，政府就遷徙了橫山腳下村所有的居民去了沙頭角附近梧桐河一帶。开了个破村之后，我们就到达了横山的横田。没几耐就到了横山的北桥。在南北桥打完卡之后，我们就继续上路，途经游德亭之后就会直踩鹿颈。凭着爱我信有出路，凭着爱情怀这条十公里的远足路线，高高低低上落，本来要三四个钟头可以完成，谂住下昼仲可以翻粉岭下午茶添，但系啊，终于用足五个钟啦，冇办法啦，各位，多咗我呢个脑残队友，请多多包涵。有些人说这条路线是属于初级路线，但我觉得拨它入中级路线呢都不是过分。行山手杖和良好的行山鞋一定不少得。哎呀，真的好甜啊！黐住佢只蜜蜂，有我你话声俾佢听啦。分分钟只蜜蜂就喺呢度揾食嘅，快啲食添啊！你又系啊，攞晒啲嘢过去，又要我过去攞。我拎过嚟啦，我拎过嚟啦。你擘大口咯嗱。啊，下先，即系嗰个难啲嘅，难笃啲。喂，好啦喎，嗱，啱啊，讲咁多嘢啦，做乜鬼啊？哦，啲狂风浪蝶啫，鱼唔少啦，邓姑你轮都轮到佢啊，咪咯，鱼唔少啊，鱼唔少，俾啲奇轮果，可能太过甜啊，奇
輪果試下先。好驚啊！